他会有再来，一往返，或者是期望返，这样子，他不同凡事万物，我们是凡事万物，谁也流转认知是大无畏。可是他呢，他也再来，他有为证，为证究竟到，可是他那种再来的果报，是跟我们这里的报，他有为证性。
所以要特别举出这个经。那个要圣果的就是果的修行，这个在因地修上去，他因地上，但是他还在来，还在来。前面提升果，后面提升，生果还在轮回当中，好，还在轮回当中。那生果不在轮回，就果位说了。当生果其实呢，当然不过就要我们讲生果的包含的含义，但是它不是生果，是生果。不要这些，这些不为我们这一边的果所的附近。这是前面的出果是指的什么呢？地狱畜生、恶鬼等故，这是出果。这些人是什么？这是什么？犯众八十一种三观，违犯大乘正法，一切有情证，不是犯大乘。这四朵罗汉，或正出国有三，这样不是顺。那我们说那江帆出生怎么办？他说好吧，那有两种人可以吃三朵。第一种是内地的戒法，能够禁止戒，不要吃这个护用三宝。
然后有一些相关的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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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恐惧，畏惧之后是什么？你看看你那个主家人呢，这边他打电话，那人家跟他讲：“你去主家人请客，人家谁是我的？我有讲话，你别管。”佛无不能用身，身无不能用法，法无不能用佛，佛无身无不能用法。那么呢，这个大善的吸收身，这个大福的吸收身呢，虽然说还没有正身吸，正吸正身，可是因为发大心呢。今天的杀就是杀，因为杀土地心的，杀土地就是杀的政府，杀生的是因为顶多还政府杀，就等于杀。你杀土地心就进火锅，你把它杀了，杀了就等于杀心，杀心。那个时候还有人呢，他特别凶。像昨天晚课的时候，我听到那个一个亲戚就是，他就叫的特别凶，而且不停的叫。这个应该有，你在说什么？我很奇怪，我在说什么？他就说，像这样的人，他有什么？当然，他有什么？这个，他有什么？这个就不像是。他守护地方，到时候随时都要叫的。他为什么会在马克所叫这么久？他是不是在看这里？这个就是他在他身边，对吧？严厉对，这个多少人发脾气，至少他看不见。就畜生之人发脾气，就一般人家就是这样。一样就是对的，对，这是他是怎么处理的？破坏造成的，毁坏，毁坏三宝，就是祝福三宝，祝福三宝，就是毁坏三宝。你要知道这，这西游记中的他是所在。绕法的过程就是在意念上，就像我们这一绕绕阿弥陀佛的意念，那个尊重，那你把它烧毁，那个柱子的象征，你把它烧毁，这是故事，坏掉柱子的象征，这个烧掉象征。再来，吸引者修禅定业，
外道邪命犯恨。设计是很分，所以特别是外道是禅定，所以他就是比如说修禅定力，那么以禅定力虽然能够度这个色欲界跟色界这二界，可是无色界呢如大海不广深广不能度，那因此为什么深广不能度？所以他有禅，光禅定力是不能度，这什么意思？就是当时佛陀啊，跟六道外师，到最后一道外师，最后第六个外师，六道外第六个外道师学的时候，他就是学到了非常清楚。那一切的禅定战胜你就升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非想能修禅定所依的。所依的那个意识到那个时候已经欢喜了，再往上修已经没有关，没有绝招，你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已经修得像土木，不能就修到那里去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是定的最极致，就是你是依意识而修，你要知道禅定绝对是依意识而存在。所以说佛为什么说那些常在定，佛的定不是依这种意识的存在，所以他的定超越这个定，他不是凡夫这个定，凡夫他依的那个我执的意识上，那我执呢，我执的意识一定要完全不动止境，那时候还最后有一个我执在上课，我执但是不动那一种非常的意识，所以说他永远不知道还有我，他不动吗？他不观察了，因为那就是最后定的所在。因为定以不动心为一，那么他既然不动，他不动就不能观察，不能观察就不能觉照自己还有我。哎，最深的定当中，那就是空定，当中事无边，空无边，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到了这个第四个定上，第四个空定上，就是定。哇，那个力量弱到完全没有力量去觉照他的物质，所以说就这样，就偏偏是这样，所以他无有边缘，他这种边缘没有边界，你进到那里，你永远有一个什么作用，作为一个什么，你一个跨越的境界，这个叫做大海的无边。那最后破灭的境界没有。太倒霉了，是不是这样的？努力就能修到那里，八万大劫的寿命。结果呢，他那个定力消失，定力是一种什么？依于你的什么肉身，再加上你的意志、你的神识为主。那神识既然有我执，躁动一现，所以更加会有躁动贪念。那这躁动一现前，就是八万大劫一过的事。那这只是一过的一个光。我看过我的事作为这个意思玉兰是一种我的事会给那个外道学的不是一样的，所以说你那个定力啊能够超越欲界受境，那对不起，超不了五色界四个阶位最无止境、最无力、莫大无滥，我都敲给你的果子的门槛。所以当时佛陀到第六位外道师学完了这个非非想说定的时候，他舍弃。为什么舍弃呢？因为他出定自在，他要出定来再观察说，那我的多啊，那个果好啊，我入了那个非非想说定，我的果子还在，那我这个就是确定的，停在那。佛陀有这个智慧，但这个智慧又是大智慧，就说这个可能身为人都做到这个，都知道这个事，所以他实现的是当时最近是实现的是什么？就这样。
这件事情来讲是生活的智慧，就很不同的。放下，离开，回到主产里，二三三禅，而不是限定自己，四禅三禅，二禅一禅，然后一禅之间就是四禅跳为三禅，三禅跳为二，然后一呢再跳为四，再跳为二，就像这样子。他训练自己熟悉的时候呢，他在三场还是二场都完成，不是三场。所以他劝他的弟子不要在四场当中，因为有四场的实力，但不要留在四场当中。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在四场当中，为到底要不把它弄死，还要一切利益，妄想都被现实的定中散分的境界。他愿意定的境界那么深，哪怕是那么深，但是哪怕那么深也没有用。这叫做万道邪命。为什么叫邪命？不叫正命。这个命情念定，这个命是安住生活的方法，叫做命，叫做命。那正命邪命就不正当的跟正当的安住生活的方法，本来在八正道里讲的是这个。所以一般的邪命又讲五邪。但这里讲的邪命是以什么呢？是以说非与解脱相应的修道法安住，不与正随顺解脱的法安住，而亦与什么非解脱的法，比如说外道定，这叫广场上的初定，没有初定。那他修半正呢？我说过了，初禅已去，无有隐喻，不太难。除非他回出禅，出定，当然还会有。这个不要跟出国二国弄混。人家说出国还有隐喻，那你怎么说出禅没有？我说禅定跟出国这两个不一样，你不要搞错。出国他正得，但是他可以恢复在平常的人没有定的情况，他那个是欲望还有身体，那是见过断，是魔一种。那么欲望还很大。过断，那么好，那是禅定的意思。你离开了什么？可是正出果的人，哪怕是正四果的人，都可以不入出禅。他知道未到地，都可以证得，这叫做会解脱罗汉。有的，这叫会解脱罗汉，他不证。好厉害哦！他就很多那个什么，很多那个在佛的座下听经的，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法眼经啊，正入出国二国啦，正入出国啊，他听经随顺佛的意，佛的那种甚深的讲法，佛的光明照耀，然后佛讲，他们对他们说他不讲理，他在听经。然后像这个舍利弗也是这样，舍利弗随佛出家没几年，没几天的时候，有外道来问他，对佛陀问他，然后呢，这个问难的过程当中呢，那么有这个有外道来问佛，说我要说，我一生打坐，那我自己就是够好了。我就问他，那你立的这一打坐？他挂在那里，他停在那里，就在那一刹那呢，舍利弗在后面做侍者，他就这主，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没修禅定，他只听话。这个呢，就是这种，在外道呢有十一名犯众，就是开始有犯众，如果出禅进去，他就出犯众。大因是什么？来讲的是大国，大国本来讲的是跟众国相接近啊，是指的身量很大的意思，通于善恶，那么修持无量心善，那叫什么呢？那修持无量心的三天以上。
先是无关系。这是就佛法中的善因来说。那当然了，你要说无色界的梵天也有歪道修进去，是，不过这个境况跟因果不同，是不是无量心？这是慈悲心。是无量心是禅，是禅定当中的一个修的一个项目。那这样子，那就是梵天以上，就是色界以上。那再来呢，破三聚境界的恶因，这大乘啊、极乘啊等等这些，这一类人，他过去有修道，所以他才有三聚境界好破。这跟前面的什么用三宝物啦、杀菩提心众生、破塔烧死的不一样，那叫什么？这里头的叫大因，那为什么会叫大因呢？他是修道人，所以坏的三聚境界，他是菩萨发菩提心哦，所以有三聚境界。声闻人有没有三聚境界？有没有？声闻人也不知三聚境界怎么回事。你要知道为什么叫三聚境。三聚境界，那你知道上三那个吗？对不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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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一界，色善法界，道义有情界。可是这是三条界吗？不是，是叫三类界，或者三大群，叫做三聚、三聚的类群那一类。换句话说，菩萨界就是三聚境界。既然叫三聚境界，我告诉你，属于这三大类的善事都是菩萨大事。所以我们说菩萨界无量无边种，大王经菩萨界了，优婆塞菩萨界，优婆塞戒经啦、啊，这个戒经啦、啊，还有什么十地经论里头的戒经，的菩萨戒经，我们中国汉部所传的四部菩萨戒经，那都是不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它只是一个叫号，号称为三聚境界。可见它不是固定样，它随顺菩萨的因缘不同，只要随顺这三聚境，那都是菩萨的道。所以说，愿断一切恶，愿度一切众生，愿度一切众生就是三聚境界的一个誓愿的形态，表现在誓愿的样子。愿断一切恶就是色律一界，愿修一切善就是色善法界，愿度一切众生就饶益有情界。所以一切能度众生的善法，你都要学。能断恶的，你就要断；能施善的，你就要施。可是这是发菩提心众生，所以发菩提心众生而又自己违犯了大戒，违犯了三聚境界，然后他会遭感大乘。这个是初因之不同，初因是完全就是外道，完全是犯恶众生，这是不同。好，分清楚。然后再来。小因者是脱地狱入畜生道。这个小因呢、啊，前面是小果是指，下至喧飞蠕动小，如小微尘，但动不离死。啊，所见的那些蚊子啦、蚂蚁啦，或者什么小虫啦、变形虫啦，在经上这样的意思的话，就是从地狱上。不过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他说那个造恶业哦，将来哦，其中就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一百只蚊子。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啊，完了！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那你造那么多业，那到底哪一只蚊子要替你受报？是不是？还是那一百只蚊子一起受报才算受报？那将来呢？你要恢复成？猪狗猫羊比较大声的众生，是要恢复成一百只猪都是你嘞，还是要再合成一只猪？看我两个来讲，我真是完全弄错了，还是有。那所谓的想，也不要说在那想，所以真的找多的来比才可以。那我觉得，那个想，我们这身体这么大啊，要够一百。完全不是这回事，他是因为从地狱再翻进，所以死脱地狱入畜生道故。换句话说，那些鸢飞、喧飞、软动、爬行之类的，主动之死，是被地狱畜生道
过日子是不是这样的？他是没反思，他的反思是不是好多了？所以地狱的畜生，地狱众生是不是这样？是肉畜生的。那么这个引干律师说，那个肉字应该改成造字，造字的造。我看一下，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意思，还是用肉好。原文是用字，那就关注。那么再来清音者，原来的清音是能够飞升，是不是啊？道生清举飞行故，五通足，五通足现。啊，关于五通足现，我要跟大家，好像没跟大家解释，我只讲了解题夜叉。五通足现，我补充一下，这个什么是五通足现呢？其实就是《楞严经》讲的那四种仙，外道仙人。那这些仙人是怎么来的呢？在《楞严经》上有这么一段话，他说：“阿难，四等皆于人中练心，不修正觉，别得生理，受千万生。”就说有一种人，他在人中生在人当中练他的心，可是呢，不修正觉之法。正觉之法，一声闻说就是什么无我，缘起无我，要入大乐者，中道实相。他不修正，别起生理。另外有一个生理。佛法是无生理，他的外道历史生理，提起一个生理，比如说他觉得呢，一切众生是凡夫，所以我是凡夫的延伸，我要回到梵天那里去的历史生理。他的身相是由梵我而来，上帝说要有人，所以就抓了一把斧子，按照我的形象造，然后吹。的形象，而且你注意哦，我昨天在看，昨天为了读这个，我还去看了《外道典籍》，那就是圣经，圣经，修炼。他讲是我们 us， 他不是讲爱哦，所以他的上帝复数很奇怪，怎么会有下到我们的身体？但是为什么？怎么是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他不想按照我的形象，我第一句说按照我的上帝不是 only one 吗？狼包啊，第一唯一一个，而且现在我在二十年，那是我们嘞，搞了那么久，现在开始发现，所以要说要有，要有早上，要有晚上，所以有过一天。然后呢，因为做到第七天上帝累，所以那一天就很喜，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现在我都不讲这礼拜几。讲周期，因为礼拜几是洋人的讲法，就是礼拜，因为要礼拜，那天叫礼拜上帝，你有意思吗？所以我就不讲礼拜几，我都专门讲礼拜几，我讲周期。我怀疑我们讲讲礼拜几，我怀疑我拜几，我哪拜不了，我要拜几了？我讲周期。那别得生理，你看，耶和华这个耶教就是别得生理，他认为是上帝造，另外有生理，有没有看到？然后呢，印度婆罗门教义不是，他说梵天是他的，那个梵天是不是他们根本所生的，根本所生，然后他的眼睛，我的眼睛，这个嘴，什么肚子，什么脚，膝盖伸出来，根本是属性，就是算梵天生。所以说，你看看，为什么说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就是还有最后一份身相无明，还有一定身相，还弄不清楚。那个身相最后还在破金刚，金刚破掉最后一份身相无明，那彻得无生法，叫无生理。但他别得生理，他另外建立一个生理，所以这种就是外道。那他结果呢？受千万生，胡格来。然后他说在哪里？修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清浊龙井，是这样。然后呢，绝于人境，那么呢，失意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那么抱尽还来，他修炼禅定，他不修三昧，
三昧或者说不是定位为三昧，那它就没有定位，有定位。那报镜还来三昧，他定在那里的报镜的另外一个身体，让他安置在那个身的里当中，那就是天去了。仙人啊，深山幽谷当中去了，然后呢，然后就定在里，结果报尽了还来出去当中。他呢，情少想多啊，轻举飞远，即名为飞仙。所以飞仙就是这样的，情少想多，忘情少。不过呢，这个想轻举飞远，即名为飞仙，这就是仙仙人。这是什么？这是大圣的智慧。身在有无名之心，无心无仙的也叫仙，他也是人，但他不在人道中。那么这个呢，补充讲，那这所谓的清音呢，就是这样，他指的修尽犯恨十善业缘故，修尽犯恨这是旧，这个意思，就解脱这个意思，就是尽修犯恨，那么十善业缘。跟前面的这些夜叉的怎么会修十善业？本是善业，是善，但是因为是种种不正见，是这样。但是那是通论典故吧？就是戒律是通论典故吧？不能够暴持戒律而做，那你南山律师也是。那么在。重音者，重音前面讲的就是主流在大大大大大大大重音，那是什么重音？前面是重音，现在是重音。为什么会这样？损害三宝，三体系，损害三宝。最旧的就是一三体，一三体就是无有一三体，恶性三体，无有三体，久远近之后才有机会。安住于自己当中，毁谤、迫害，一三一心，这一类就是大满大圣。大满大圣，大海盲龙，为什么是盲龙呢？又不知，所以照不了他。那么这个跟大龙是什么？跟大龙有什么差别？那个大龙是飞行自在、变化自在，他过去是修行的，因为犯了戒律，才能招感被大龙。金大龙是很多大龙毒龙，都是这种重，为了过去是比丘，过去是比丘，过去称心犯戒，但是他这次还是为龙，他现在就是还有发菩提心，可是他有自在龙，但是一切阿罗汉五百万不能相应，你念咒他可以念咒。会是这样的，我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一个知识，那他还是遇到鬼，然后我说，我现在念大悲咒的，没有用啊，是我的鬼鬼，你不在念他也跟着我念，过去修道，你在念告诉他，你现在念大悲咒，你现在是用挡住他，这个心大悲心，你相信吗？我相信了。观音菩萨一样，他都是相信你，让你得到自然成道。他不起那种恐惧对抗心，哎，他会有恐惧。好，那么就是这个就是重音。那现在的明音，这类众生，他的
什么因才能这样呢？失灯明烛，失灯明烛火，失灯明烛火照佛形象，不失这个灯明烛火等等，灯明一线灯明，佛前灯放什么灯？然后呢，或者随人家拿一蜡烛来，蜡烛不能让他随便在里面乱点一通，但是你要跟他讲，你放烛会顺序的把你点，就是佛前灯，你来这一点灯呢，然后我会来拿蜡烛，很心意，是不是？也蜡烛灯那个不光明吗？也有光明，但是光明蜡烛在头脑不响，让人家感觉明白。像身体自然明灭，就是有这种因果关系，是灯明烛照不形象。有灯，但是我是说没有灯，就是说这是基本上没有灯，没有完，灯是一个点完，有个点完，把留一个点完，后来你们同学要自己发现去把有灯，把有关的点，比如说这样讲的。暴露身体状况，这个算命，功德回向机会比较实在一点。那下次他说的是会放光的小狗，没意思，那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不如回向机会，对不对？跟那只小萤火虫，跟扯。天提的那个萤火虫，别在那里放光，别在那里唠叨，还在那形容是众人被他推去，别摘我们微笑极乐，微笑身体没放光，那么好，这就是所谓的光明，就是说光明的阴明阴。那么同时三道，同于十三道的修行上，那暗呢？暗本来是八大阴的代表。目不见，现在那个案子怎么样呢？他阴又怎么样？毁他眼目，照灯塔明，灭点灭金子，破人三业，污佛界。首先就是毁他眼，毁他眼目分几个意思？是就是真的把你眼睛给弄坏。那里面颠倒说法，那当然就是在法门当中的，就是本来信心就已经不是固了，变成颠倒说法。还有一种颠倒说法是这样，你觉得是这样吗？你不觉得念一句阿弥陀就能往生，这没有因果吗？你觉得这样这么便宜吗？这是空话啦，我原来是说你还不灵。你在统计的，你把这么一讲，对，就统计到的问号。据说佛学院里有一些沙弥净人不能随便自己看书，那个读书的还不够浅，你一看进去，你只要有一刹那觉得，好像有道理，乖，你就挂入了，哪怕最后人家帮你洗一洗，你也是这个地位。一半一半，怀疑不怀疑自己？所以说啊，为什么沙弥律仪里头说那个沙弥净人要出家的人，那除了小便不用报告师父以外，什么事情都要报告师父啊？净人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已经自由度太大了，是不是这样？剃头送东西给人家，买个什么东西，不要什么东西。吃饭、吃药、生病了看哪个医生，这些呢都什么呀？都要报告师父。那更何况自己找书乱看一通，录音带乱听一通，不行。你觉得很好，人家知道那个东西好，完全分清楚，不能颠倒说，你不能分别，你不能分别，或者是，你听了，好像对耶。不能轻易去碰，这是约理而说的。道塔灯明一
也是约西约里说，约西说那就是什么？坏掉人家灯，把路灯给坏了，把那个荷兰别灯塔给搞坏了，搞破了。但是是这样的，那就是坏人家灯，把国旗的灯给弄坏了，或者是把那个瓦砾，那把别灯拿来自己私用，或者把给国前灯的油拿来私用，这些都是所谓盗塔灯。那么约礼说呢，毁谤导师，毁谤佛法的领导啊、领导人，毁谤呢这个佛法的真圣见者，然后呢都是凡夫嘛，不会是圣人状，但是一直的一直讲他的什么缺点，让本来跟随他学的以他为明灯的人呢，这个人真的不好，最后他就这是因为礼说，你知道有这个情况。现在末法众生真的不随其他的意思啊，是这样。那么点灭经是什么？就是点灭经是什么意思？把那个经文那个思想把那个涂掉，涂掉。那将来晚了，那地狱就是补经补回来，几百年呢再打一次雷，然后他。要把那部经落掉的经全部补回去才可以啊。那还有一种人叫点灭经，这是约释说，还约礼说，这是约释约礼说。约礼说哪一种？去给他做经忏，给人家诵经，帮人家诵经回向，他们叫做感经忏，就是帮人家诵经，带领人家诵经回向功德，这真正意思是这样，带领人家共修。可是他不好好吃，他边那么诵经呢，边打个大哥大，然后就说：“诸位讲什么讲什么？”经文都脱落，然后后来就诵诵，因为什么都已经，人家讲，人家念完就跟着念完，尤其在水陆法会里头有那个诸经坛，有没有？净土坛是什么？诸经坛，还有那个两王坛。华严坛，诸经坛，诸经坛就要读法华，地藏经、般若种种经。那华严坛就华严经，这就是那个三，西方都是西方的，差不多大家念一下，念一下那个幻经，一诵无经，然后看呢也不专心，这都是。因为你让经文要在你的大师中流浪过，那个鬼神才能受益。他是读你的心的，结果呢，他每次读你呢，就好像看那个什么，看电视，看你的心在看电视。结果看那个什么收信不良，你的老师偷了，老师偷了，这样的你们谁？你们当时德国的那个什么巴西体育生，结果看了第一上半场就不想看了，为什么？因为都是点面。那个不清楚嘛，为什么？是不是？看得不舒服啊！那你鬼神他就在读你的心呐、啊，看那个金字，就在那一直蜡字，又蜡字，他就起嗔，那起嗔心，你就会灭尽。那么破了三业，破了三业，你为什么？他要追寻导师。他要追寻经法，结果你把经法弄坏，导师说话，是不是这样子？那么这佛前明灯呢？这还能赌佛圣像？大喜欢喜，赌佛圣像，凡此之类的，都是坏人破人三业，乃是污佛戒，甚至于就是破戒、毁戒。破戒比毁戒还好。那破戒主，你总是还有戒，你知道自己破戒，这个犯戒，撕毁戒，你就可想这个那个业果有多重，业果多重，乃至你起一念随喜之心呢，你也分摊分享他的业报，小心小心啊，是因为防止被兵革吞噬，巴利文、藏文、五。汉文的五步律，藏
那么再来，相因者，这毛孔珠种种妙香，这怎么来的？照三坛塔庙香木形象，没什么，就是用个沉香的水，沉香、檀香去照一个佛像，或者照佛寺，用三坛香照的。将来我们要是有姻缘，我们要照的灌塔，就是每一个石头啦，叫那个石灰的那个，我叫石头，我叫石灰的啦，那个由我们加上香炭去讲，这样就是香水灌向沐浴洗身，那么呢，香花供养。香水灌香，就是浴火用香水灌香。那浴火是表征，就是约是说就是洗身，约礼说就是洗自身，沐浴洗身，用的好的香水让出家人来洗洗身。那么呢，香花供养，用香中的香花来供养。受因者，就是恶业、恶恶不净业的鬼，那叫做受因者。畜生进食，半仙入世，蓄养诸积食恶业，身上受因。首先是畜生进食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斋堂，我们在煮大料煮饭的时候。边煮饭边讲话，打喷嚏、打哈欠、抓头皮、污手洗洗菜、捉食物，就污生死，污生死。那吸痰的时候，吸痰的时候也应该要戴口罩，还要戴手套，现在都没有，建议戴手套，都手口罩，不要讲话，不要抓头皮，手要洗干净。要入厨房之前，摸那些食物之前，手要好好洗干净，这样才会畜生进食。但心入食，那个心就是五心。五心是什么呢？大蒜、葛葱、洗葱、满足心子。大蒜也就叫浮葱，我们台语讲蒜头。那么呢，葛葱就是韭菜，韭菜，石葱。又叫九葱，一般来讲就是大葱，就是大葱。那蓝葱，蓝葱就是小葱。你看那个睡衣裳，长袜子怎么叫对吗？会倒半个，还睡半个，还睡半个，睡半个皮，跟那个天差能，差荷包，哎，差一个天能锅，差能，哈哈，差能是不是有那个，对不对？还睡半个，那个叫做呢蓝葱，为什么长起来像兰花一样？因为像古一种兰花，它短发的，短发的不像兰花，对不对？那种那个叫大葱，就是雌葱，雌葱就是大葱。那么呢，蓝葱就是小葱，有人叫做小蒜，其实大蒜就是蒜头，小蒜就是小蒜。那心菊呢？古书上注解说，脂肪无，我告诉你，我猜就是我们山下的洋葱，洋葱名为洋葱。听说是来自长江，这当然是吧？啊，来自中国大陆，是不是叫早期也是中国大陆啊？所以跟这个不然前面四个都没有讲洋葱，就差了，他讲的，好，好了，错了，太差了，太错了，哈哈，那不能讲，啊，就这个东西都是众生就是。关墙对不对？那一定要弄个洞，是这样的。就这样子。那最近昨天我们在听到说，台湾人发明的叫做磁微波高温震荡萃取法，能够把蒜头的那个蒜味全部萃取掉。我那天做出来，他讲的是
但是呢，基督这么说，《楞严经》说啊，持五种性热气昏，不宜修行。手持发淫，身淡真慧，增加真慧。如是世界，持心之人，众能宣说，持五心的人，众能宣说十二部经。然而十方天仙呢，有贤呢，就贤集臭味。所以说啊，现在他讲出那个算透经呢，就是没有算味的算透经可以发展出来，还有洗发呀、保皮肤啊，它是没有算味。但是你说没有算味是气昏不利修行，固然没有错。问题是那个蒜头啊，那个葛中南中心渠，那怎么说呢？你怎么说呢？是不是？哪怕都能这样做，其实呢，实心是它的其他的原因，它能够让你手持发生发炎、增大、增贵。所以说，乃至你能说十二部经啊，十方天仙有此神机凑会。那么呢，衔接远离，结果呢，诸恶鬼等呢，因彼十次视其存稳，就是你刚吃完，他就去那里舔，舔你的舌头，然后吃你的嘴里的那些什么，那些，所以说什么，常与鬼住，吃五心常与鬼住，福德日消。如果你淡心入食，这就是需要你要刷牙漱口，然后呢才进食。好，是这样子。然后蓄养足积，积为什么？因为你慢慢的人，这样子才能受惠。所以，这个叫做断食。天台山有这一名，故宫啊，这个天台山是下方公司，我在那里过了一夜，好几位同学在那里过了一夜，过了邻居，有啊有去，你那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那个菩萨大王，同年同月同日生，人家在那里做方丈，你看看，然后他在那里过了一夜，那过夜也是下方广，下方广为什么下方广？因为当时的那位祖师到十两，十两就在上面，我都不知道十几步的。他从十两的下方广这边走过十两那边，那边有五百罗汉，阵阵致敬，令阵致敬。他从这里听到很多圣经的声音，跟云飘飘过去，怎么都没有能过去。然后他要爬过那个十两啊，爬到一半看到一个大石头顶在那，他就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下方广，在那个地方拜拜拜睫毛拜忏拜三年，印象深刻。然后才爬过那个石头，然后走过那个石梁，爬过那个石头，哦，见到了，五百万，五百万是他看到的石头，对吧？是我们身上聪慧之气，因为你千层拜拜。我在娘胎我就吃素了嘞，我在娘胎我妈妈就不能吃荤了，我怎么可能吃？我怎么吃？我吃的这么算贵嘞？我说对，没有错，我当然知道这个。不过你要知道，你妈妈听你说，你妈妈在怀孕你的时候呢，到菜市场去，经过人家那个手串，他就闻到那个手串，就叫卡住了。到现在你五六十了，身上还有葱蒜味，他一听。怎么会这样？那叫他怎么办？没办法。各位，那像我不玩，像当家师每天都要从保利经过，然后闻到那个葱，闻到那个葱蒜味，然后我们从保利经过建华寺过来，